总的来讲呢，我会发现到它会比较滑，而且它并不是讲驾短程而已，就算驾长途路，就是很常超车这方面的时候，毕竟在这种时候啊，我们踩完油门，眼睛通常是很热的啊，在长时间这样的驾驶情况下，我还是觉得这个油啊，它的那个效果还是很好，不会觉得它的润滑效果有降低啦，这是我的感觉啦。它会比较顺去咯，啊，这样会变成轻，这样其他牌子用了就，反正你在啊超车的时候啊，会比较没有什么力，但是用了Liqui Moly会啊会比较有力啦，啊，然后跑 off road 那些都 OK， 上山那些你踩油它都会力会来。